我是最纯粹的学生，没有人可以用几张的1000块、1500块收买我，从来没有遭受过利益的干扰，而是现在这个社会底下的成年人们，有投票权的人们，不断的抹黑，说我们是某个政党派来的，说我们是某个团体在背后操弄，这根本就只是胡扯。我们党团有现成的联署的名单，我明天早上就送议事处召集临时会。那临时会是一个特定事项，主题非常清楚，就是立即撤回违法课纲，教育部部长下台。当然后续的程序，我说刚才还在联络王院长，现在电话不通，请他明天早上立即召集超级协商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个事情我们明天早上就会送议事处。做这件事情一定想了很久，一定有他的理由，那我们没有办法去揣测他的理由是什么，所以请大家正视他所需要、他所提出的诉求，而不是他的死亡本身。我希望大家知道自己在反的是什么，知道不是因为你认识大林，或者是认识我，或者是他的朋友或什么而反黑箱、而反这个课纲，而是你要去了解这个课纲到底在说什么，你为什么要反他，或者是你为什么要支持他。不是人云亦云，你说反我就反，你说不反我就不反。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绝对对或错，每个人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做任何事情的，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去了解这件事情背后所代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一直到今天距离课纲退回只有2天，然后他们开始准备召开记者会，不对，座谈会，然后告诉我们他会在每一个场次抽5个人，在我们每一个人用尽心力，在我们每一个人流尽泪水，我们烧尽脑子，用尽我们所有的生命，用尽我们所有的时间的时候，他把我们的认真，他把我们的用心变成一场游戏，他把我们所有人的认真变成一场抽签游戏。他告诉我们，你们抽到了，你们就有机会和部长谈，可这不是我们要的。我们一直以来希望的就是撤销课纲，所以我也想在这里再一次的代表北高的学生，代表我在身旁的每一个学生，我想告诉你们，今天学生从来都不想要跟教育，从来都不想要跟任何一个官员、跟任何一位警察站在对立面。今天我们所有人站在这里，就只是为了教育两个字，就只是为了教育这两个字的真谛而已。